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，现在做什么工作，过的是什么生活，他会不会已经忘了我？那段青涩往事像是昨夜的梦，在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才知道原来已过了很久。谁说青春就一定要热血，要不顾一切，这样才叫做勇敢？我的青春就像是受最美的事走了，只留下多少伤感。谢谢。